我是2012年发现那个我的肝指数突然异常，然后飙到1000多，然后到医院最终检查治疗，最后又发现到我的脾脏有肿瘤，然后在8月份切除，然后做化验是恶性的淋巴癌，然后接受医院化疗。在2013年开始去寻法相，因为当下非常恐惧，不晓人生的方向要如何去。在我的化疗期间，在身体上非常感到很多的不适，我都是用很大声唱诵经文去克服我身上的疼痛。我以前是在渔检做安检工作，我都经常从渔港买一些新鲜的鱼上来当场剖肚，也体验到我现在这个生病开刀手术取出我的内脏，这个就是体会到鱼的一个疼痛以及我们的因缘果报。自从熏法香之后，说了解上人所说的一个无常和来不及，我先要利用我有限的时间或有限的生命，把握因缘做医院志工，我可以跟我的那些互动的那些病患大德跟他分享说我人生的经历，然后劝他们如数，时时要去感恩，时时要去护身，不要去杀生。祝福你啊，心要心开，心情要放轻松，交给医生就好了。祝福哦，祝福你。